昭主演的电影《永生战》即将上映，最近也请跑节目宣传。身为广大女性理想型的她，走到哪都经常会被称赞好帅，但她本人却腼腆回答，预告中的自己是蛮帅的，但对于众人把她当成假男友，她谦虚自认不过就是隔壁大叔而已。要说是假男友，好像有点太老了。但俗话说，长得帅的都是欧巴，孔刘的人气真的没在开玩笑。像是 Lisa 先前上综艺节目时，便透露了自己非常欣赏孔刘，直呼不论脸蛋和身材都完全是他喜欢的型，还许愿希望能跟孔刘合照。孔刘则对此回应，在新闻报道看到 Lisa 说想要他的签名，于是就签了一张，并委托别人转交了，并大赞 Blackpink 在全世界的影响力，粉丝遍及全球，真的非常厉害，也不忘写下加油讯息一起送给他。粉丝都忍不住好奇 Lisa 追星成功的反应如何，实在是都不知道该羡慕谁了啦。